除了在戏剧作品上表现亮眼，其实就读国标舞专业的Linyi在舞蹈上也是相当在行。之前粉丝数突破百万大关时，就挑战了 Seventeen 的《Don't Wanna Cry》这首歌，练习起来对Linyi应该是小 case 吧。因为我之前是学的国标舞，所以在跳这种舞的时候会有一些优势吧，就是可能记动作的时候快一点。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跳一些动作都会看出来，哎，怎么有点像国标舞这样。对，就是我觉得一开始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跳的很像国标，然后就会有看一些他们的表情啊，还有他们跳舞时候的风格学习。这支 cover 影片也是引 Seventeen 成员李烨和俊亲自现身留言，私底下彼此也会互相联络吗？我们私底下也会有联络，然后我也会经常关注他们的新作品、新舞蹈、新歌，然后他们有时候也会跟我说在看我的戏这样，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在朋友圈互动，对。